有什么啦？这要讲的是，等你等你，怎讲乱你？雨天会生小强强，刚刚被讲吼，还先讲雨伞好不好？先讲雨伞好了。啊，如果你没有永久的那个。小天鹅嘛，该过最啊！啊，这小乖乖的也叫大乖乖上过。这钱共鱼，这真正是弊，就是怎么讲啊？会让人家想要买。谁先给你们那个？加码就奶剩诶，你看，就简单嘞。